上街，每个人有不同的原因。我诉求啊，太多了。教育嗰方面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希望不要逼得咁辛苦的教育啦。即系好惊，因为一个教育问题引致到屋企人嗰关系唔好啊。回首十年，亦都有不少被指政治冷感的艺人。2003年政府强推23条，加上沙士，他们都企了出来向政府说不。去到2004年，传出因为内地市场问题，很多艺人都缺席。之后几年亦都因为种种原因，坚持到的得翻少数。去到2011年，政府表示游行人士不可以奏乐，明哥感到反感，决定带乐器上街。去年除了他们，当然不少得转战政坛的艺人。今年2013年，转眼间10年啦。虽然有台风逼近，不过新的道路是要靠自己的脚行出来。今日约定你。